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6年9月24号星期六，农历是8月24。那么从下个星期六就是9月初一，下星期六，那早呢，好，下面就开始接听听众朋友们电话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请师傅帮忙看一下81年的鸡，女的。81年的鸡是吧？想看什么讲吧？骨头。啊，从腰一直到腿这里。从腰一直到腿。啊，骨头都不好。颜色都深的。对，有照过那个 X 光。对，有一节黑掉了。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长期的缺钙，而且很多的姿势都不对。哦，姿势不对啊，明白了吗？坐的时候吗？对，平时呢，站的时候呢，腰也被驼的。我告诉你了，人又不能挺胸。因为站不久。站不久嘛，因为你这个现在已经是骨头不好了呀，骨头好的话是能够站得久的呀，听得懂吗？对，师傅之前有梦见哦，从骨头里面拔出两根钉子过后，就痛到现在那个左手的肩膀。现在知道了，已经预示给你了。像这种骨头的话，就是一般的不是你现在的业报，是你过去，就比方说小时候啊、杀生啊这种东西都有业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讲子。啊？讲子补救呢，师傅。第一，你自己不严重的话，你就不一定要看医生；如果严重的话，要去看医生的。第二呢？因为医生呢基本上就是叫你动手术，如果你不想动手术自己锻炼，其实很多的骨头的病只要不要坏死都能有救的。像我刚刚看你这个基本上是你血液不通，我觉得你应该泡脚。让血液到每根骨头里边去，就是到每一个关节，因为很多就是血液走不到的地方，所以关节就会坏死。你听得懂吗？就相当于一个房间里老不开门的，里边都是灰尘，慢慢时间长了，这个房间就不能用了。现在明白吗？我明白。还有要泡脚。而且第一要泡脚，要活血，活血啊。然后呢，要自己呢要，我觉得你要锻炼，要多走路。多走。第二念大悲咒，念完之后自己两个手要搓些膝盖，而且呢还要。按摩自己的腰部。好吗？好。因为我现在有在做那个物理治疗，就是做针灸这些。那你要当心了，一边做一边要当心，而且你要补钙啊，钙不行啊。补钙我们都喝牛奶。哎，你这个是等于已经出毛病了，你再喝牛奶就相当于你已经饿得不得了了。来，我们喝点稀饭吧。没有用了，你现在已经出毛病了，你就要补钙了，而不是说靠牛奶补了。牛奶是小时候一直喝下来，你才能补到钙啊，听不懂啊？小时候就是没有喝牛奶。好了，早就跟你说，现在要吃，直接吃钙片了，有什么可惜的？吃钙片，钙片吃下去虽然会有一些流失，但是还要继续吃，没有办法的，总比不吃好啊。吃钙片，好，泡脚吃钙片，好吗？还活血哈、哦，活血，活血，
活血就是用自己的、嗯、医生也是说我的血液不好，跟你说的你自己也听好了、啊、有时候跟你说身上所有的病跟血液都有关系，所以很多人血液方面出毛病了，这个人就死了，就没有用了。 嗯， 嗯，明白吗？你去看很多病跟血液有关系的，心脏病血液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胆固醇又是血，为什么要验血呀、啊？啊，跟血没关系，为什么验血呀、啊？啊，糖尿病也是跟血有关系的，对不对啊？骨髓也是跟血液。你看他验血可以把你身上所有的毛病都验出来。你现在知道血液多重要了吧？他因为他在跑啊，在流通啊，现在明白了吧？嗯，以前过去也是不懂事。可能吃肉太多吧、啊、然后造成现在身体很多毛病、这个、现在吃素了，不过就在调理中，调理当中要多吃点豆腐，要多吃豆腐，豆腐啊，豆腐是蛋白质，植物蛋白质这个 protein 是最高的，所以你必须要吃那个豆制品啊，吃豆腐的话你会增加很多的蛋白质，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因为你来不及的话你就得吃卵磷脂啊，卵磷脂啊，螺旋藻都要吃。螺旋藻卵磷脂都是补身上很多的维生素，还有这种绿叶素啊。卵磷脂啊，明白。这样要好好保养了，不然啊，你都不好好保养，你很快就坏掉了。你没有坏之前你不保养没关系，你再慢慢的坏，等到一发现坏了你再不保养的话，快坏得更快，你明白吗？嗯，是的，因为就是我以前几年前三四年前第一次给师傅看图腾的时候，师傅第一句话就说我的骨血不好，看见没啦？那时还不会发作，还是疼痛这些，不过现在就我跟你们讲话都是几年前讲的，很多人当心嘛就好了，就注意了，很多人不当心啊，等到发作了，师傅啊你早就讲过了，你说我听了这个话，我只有难过，我讲过的话为什么不听啊？到现在还有我讲很多话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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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快就有了，没有没有。师父讲的一定要听。不听话嘛，不吃老人不听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呀、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不过还好，真的是师父加持，对，好很多。我之前很多次没有发作，都是因为我在梦中梦见菩萨来跟我加持，帮我加持，所以造成我这几年都没有发作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一直下去的，因为随着你身体的老化，菩萨加持也没用啊、嗯、我告诉你，你就等于你这间房子太老太老了，天天给你粉刷也没用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像我要多运动这一些的，多走动，你要多运动，还要多泡脚，还多要吃钙片，听得懂了吗？师傅，吃什么东西可以活血？活血的东西多了，活血的东西吃下去能够帮助你肠胃消化的都能活血。比方说啊，你吃一些啊这个芹菜啊，比方说你吃一些啊让自己能够啊吃得很舒服的叫菠菜，你做个菠菜汤，菠菜蛋汤，把那个蛋、嗯、啊打在那个菠菜汤里边，放点鲜味儿。这个菠菜补血的，补血就是活血，明白了吗？那还有吗？弄点枸杞啦、红枣啦都可以的，红枣也是活血的，明白吗？大白菜汤跟那个包菜汤行吗？嗯，哎呀，这种嘛一般的，这个一般的，它这个是比较凉性的，像你们阴气比较重的人，最好嘛吃点放点红枣啦，啊，弄早上弄点莲子啊，或那个大豆啊，这些红豆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活血的，这些东西吃下去啊，我告诉你一个窍门好了，你去看颜色深的、嗯、东西都对血液有帮助的，嗯，萝卜，你看看烧出来萝卜白的。萝卜，你看看烧出来红的红枣啊，啊那个赤豆啊，啊那些东西是不是有那个啊？现在明白了吧？是不是红的啦？红的为什么就补血的啦？这个还不懂啊？嗯、明白啦？嗯。明白，要吃的营养一点。啊，你真的不能自己乱来的，嗯。我的骨头，师傅这样子，还身上有灵性吗？
有啊，有一个灵性，嗯。有灵性啊。啊。29张小房子，嗯。好，马上许愿。29张小房子。好了好了，不能跟你讲太长了，人家打不进来。好的好的，师傅，我的业障我自己背，只要师傅背。乖一点。师傅您辛苦了。好。好好好，我会加油，感恩师傅，台湾见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。嗯。弟子给你请安了。谢谢。嗯。嗯。嗯，师傅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嗯，1971年9月属猪的。1971年。嗯。属猪的。猪的女的，然后，看身体状况。身体不好，老化的非常快。从脖子到心脏这里都不好，还有腰部，还有，对对，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老化的很快啊，你老的很厉害哦，我跟你讲，对，对，你自己不知道爱护啊，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爱护自己身体啊，养了几个孩子啊？两个。两个，打掉两个，嗯。啊，打掉两个。啊。就是掉了，掉过两个。哦，这样的。啊，不，对，我知道，不知道，情况下。哦，对。什么情况？我告诉你，赶快念掉。一个小孩子已经弄爬到你耳朵上了，你的耳朵都不大好，现在记性也不好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记性也不好，听得懂吗？两个地方都不好。这个小孩子已经损害你的身体了。还有一个在你的妇科上面，嗯，哦，所以你的妇科很不好，嗯，哦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啊，你不要开玩笑啊！真的，你现在根本不是像你这个年龄啊，你已经老，比现在实际年龄至少老5岁。真的。你说台长太客气了，5岁根本不值得，7、8岁。我告诉你，你跟我记住了。你现在像你现在赶紧第一把两个孩子超度走，第二自己每天要念大悲咒，增加自己的能量。哦，我现在大悲咒跟那个心经是49遍。39遍。49。每一个经文49。哎。啊，那可以。小房子呢？念多少啊？嗯，小房子我是现嗯。以前是108一波波，现在是70多一波波，有时候嘛40多，有时候嘛20多。啊，可以的，你要好好念。我告诉你啊，嗯、你缺钙啊，你牙齿都不好啊，嗯。嗯，对对。啊、对对对，台长跟你说，一看图腾什么都看到，我只要看一眼，接下来我想看你哪里，他就跳出来了。我把你图腾抓到，你听得懂吗？我把你图腾抓到之后、找到之后，接下来你问什么，我只要脑子里一想看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就出来。现在明白吗？嗯、自己看看、你的皮肤也不好，你脚上的皮肤啊，脚上的皮肤都皱起来了。嗯。对对对，看见不啦？我跟你说，想看哪里就看哪里。你自己好好的努力啊，你这个人呢，我告诉你，良心蛮好，就是一直有点怨气，觉得为什么受这么多苦。你要想开啊，你上辈子做错很多事情不知道啊。听不懂啊？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啊，没办法了，这事情没办法了、嗯。啊。那师傅，我的颜色是什么？不对，什么颜色的？老鼠啊，属什么？猪啊。啊，71年的猪啊。啊，白的，白猪。哦，白的。嗯。那师傅嘛，你帮我看一下我家的佛台怎么样？佛台，佛台嘛还可以。佛台有一个老人家在，一个老人家。啊。有一个灵性啊，老人家们就是灵性啊。哦，这样的。啊、那菩萨有没有来过？菩萨来过，但是这个灵性平时也待着。这个灵性，我告诉你，两个眼睛分得很开的。
哇。啊，念掉它吧，把它念掉吧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27章。哦，27章。好好听话的，你的晚年会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颤抖病的，抖抖病的，手会发抖。哦，那我你不要你不要告诉我现在已经开始抖起来了，太早了一点了。我看到的是你晚年手会发抖，你现在手发麻是真的，每天早上手会发麻。嗯，有一点。啊，有一点。我告诉你，有人的身体都会告诉你很多毛病的，不讲话，我肠胃有声音的。啊，骨头有声音，不是都告诉你吗？身体这个地方出毛病了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心脏不舒服了，他会告诉你的，全部都有道理的。所以任何地方只要有问题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医院是查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发作，他查不出来；你发作了，他才查出来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像心脏病一样，很多人心脏病发作了。平时一天到晚去查，医生说很好很好，是啊是啊。台长上次看一个人，跟他说身上肝脏要长个东西，长个小小小囊肿，长个小瘤，要特别当心。去查了，查不出来。后来我跟他讲了，还是有，你要当心，还是我们悉尼的呢。结果呢，好了，等到他痛了，查出来的时候，人家医生告诉他已经是病变了，癌细胞了，长了一个小小的那个肿囊肿瘤了。现在我就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凡是自己感觉哪个地方不舒服，一定要当心了，而且一定不能过分，不是查得出来查不出来。有一个姓李的，刚刚做过全场的医疗检查，啊，什么都很好，3个月死了。家属去现在找医院去评理啊，为什么你们当时查不出来啊？医生说当时是挺好的。我跟你讲了，你们记住了，靠人家不行的，医生也好，靠台长也好，都不行，要靠自己保养的。连命都不保养，你还保养什么？现在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，谢谢。哎，好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好了好了，嗯。啊，谢谢。多吃点芝麻，你头发都白得很厉害了。哦，好的。多吃点芝麻啊。好的，谢谢。好吗？谢谢啊，再见。师傅，法体安康啊。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你好。喂，师傅，你辛苦了，师傅。哎，师傅，我想今朝帮我看两个地址证号，好吧，师傅。讲吧。呀，一个是搿个地址证号是6588。6588。哎。这么早啊？看看啊。嗯。爸爸。男的女的？男的，是我儿子。哟。6588。嗯，很好，在天上了，有莲花。啊、哦。嗯。啊、哦，好，那他身体怎么样？身体不好。身体不太好是吧？肾脏不好，肾亏。肾虚啊。啊、嗯，肾虚，肾亏。哦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叫他多吃点那个，多吃点那个核桃。多吃核桃啊！哎，他现在这个肾脏不好，哎、而且肾脏不好啊。肾脏。肝脏呢？肾脏。肝脏好吗？啊，肝脏也不好啊，虚啊。哦，肝也虚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叫他吃全素了没有啊？吃全素了。吃全素了，嗯。哎。你要叫他加强营养，嗯。哦，加强营养。哎、啊，我看他绿叶东西吃的不多，他不大喜欢吃绿叶菜，嗯。啊，绿叶菜多吃点的吧。哎、啊，绿叶菜，一盆青菜下去，舒服的不得了。我告诉你。还有，灵性有吗，师傅？灵性有吗？灵性没有。嗯。没有。嗯，叫他少看，我看他整天在看电脑。嗯。看什么？电脑。哦。叫他少看。
哦。有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少看。哦，好的。好。嗯，他，你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呢，不能问那么多了。哎，还有一个地址正好就是13339。13339。哎。13339，男的女的？我的，是我。啊，你在天上吗？莲花在天上吗？啊。你这个人就哎，你这个人就是这个莲花瓣有点枯萎。哦，不太好。啊，就是说你嘴巴呀，你嘴巴少讲话呀，嘴巴少讲话。哎，你这讲出来有时候不如理不如法的话，你就护法神就会惩罚的。好的。好吗？好。你还要注意啊！哎、你还要听台长的话，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啊！你会有便秘呀、啊？大便不好啊，听得懂吗？嗯。你自己要当心啊！对，你要早上。早上你没有血糖的问题，你早上吃半根香蕉，香蕉是利大便的，哎，好吗？我好像我感觉血脂好像不太有点高，是不对吗？看看啊，该照，你属什么？过滤了，你属什么？我说五二年的老虎，五二年的兔子。哎，你看。兔子，哦，你子宫是有问题，子宫上有个瘤，该说啊，子宫上也有一个，哦，我看看啊，肝脏，该说呢，肝脏我看一下啊，一个小气泡，很小的。小气泡，小气泡没关系。小气泡，哎，像一个小的，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囊肿，很小。我要放的很大才看得见。没有大关系，死不了人。没有大关系。哎，你吃全素了没有啊？我吃了。好吧，你跟菩萨讲，你跟菩萨讲，你就是漏气啊，漏气。你知道肝。这个对这个气很有影响，这个人肝火旺的人容易生气嘛，肝火不旺的人，这个人呢就是啊不容易生气，所以呢你整天讲话讲的，这个人就肝火很旺，肝火很旺的话会，你要记住了，人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火气大的人为什么脸上会发出来啊，就这个道理。现在明白了吗？该火过了啊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好。再见。感恩师傅。再见。师傅多保重啊。喂，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台长你好啊，欢迎你回来，在法会回来。感恩你啊，台长，你可以帮我看一看啊。我有没有灵性？因为之前我打电话，你说没有，但是我要念400张啊，到明年清明，因为有一个大节。我是76年属龙的。哦，你有个灵性了，现在又有了。在你胸部。在我胸部，你自己怪不得好像有一点脏脏的，而且酸酸的，台长为什么右胸？对，说台长，但是我的400张还没念，我还正在念呢。你正在念吗？所以灵性来了呀。说我现在我要念多少张给这个灵性，或者是在已经在400张里面？400张里面呢？在400张里面，好，台长，你给他专门拿出来27张，27张，你自己讲的， okay. 你就是讲，我拿27张，这个是一个女的，头发还卷卷的，长得还蛮好看的，但是呢，脸呢比较丰满，有点颧骨高，肯定是死人了，不会活人的，你从死人里边去想想。我看看，好，哎，我看看这个，我看看应该跟你家族里边有亲戚关系的，可能是，我就念诵给他好了，台长还有我可以帮我看看我的事业吗？
因为公，因为我们的公司刚刚有一个新的策划，说老板给我一个好像不同的工作，就在十一月会开始。好不了哪里去了。这样老他讲我应该怎么做？你老板叫你干嘛，你只能干嘛呀？啊，过去老板知道你这种人呢，他只能这种工作嘛，好不了，就是一般的，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看看你过去做的了，又你这么长时间了，又不舍得把你开除，只能换一个工作，换一个工作嘛更简单一点，但是辛苦一点。嗯，但是他说这个工作会只是暂时性，就说明年可能会给我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。看见了不啦？这都是这推脱支持你都不懂啊！先把原来的工种换下来，让别人去干，然后呢这里换换那里换换，你就打杂了。再过一段时间看见你很讨厌，他就叫你拜拜了，这还不懂啊？嗯。我懂了，说他说我可以怎么做来？你没有什么做的，你只能听他的，你就是自己做人做的不好，话太多，什么都要管，老板们最怕人，最恨人家管他了。那老板要找个员工整天来讲来讲东讲西的，或者只要有一个人讲你不好，跑到老板这里去，老板就会做这种行为。这你不懂的，你们做人真的少讲话。我告诉你，背后讲人家是最划不来的事情。你还不如当面讲呢，你背后讲被人家传来传去就不是你的话了，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得罪人的了，听不懂啊？嗯，听得懂老板啊，听得懂台长。啊，你叫我老板好了。我看你昏掉了，头昏掉了。因为我听得很入神，台长。台长，这样子如果我念经的话，可以化解吗？我可以念姐姐做给这个老板吗？可以啊，拼命的念，把老板念的慈悲一点，他就不会换你了。台长还有一个就是，他有叫我去读书，他有次给我去读书。然后他说如果你读完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尝试一件有意见的好像我问你一句话，他让你去读书，他给不给你出钱？给。那你就去读了。他就是已经觉得你两种可能，一种他是真的要提拔你，这种可能性很少，还有一种你在厂里时间不长，又不能得罪你，又不能把你弄走，只能情愿给点钱让你不要来的。所以他想问我是哪一种啊？你哪一种你比我清楚啊。你觉得你这个人讨厌不讨厌，话多不多，你跟平时关系跟大家关系搞得相处不相处好不好，你马上就知道了，还问我啊？你看看你几岁了，他还叫你去读书，你要四十几了吧？那是我自己要求的啊，台长。好啦，要求的神经啊，人家看见你已经讨厌了，但是呢在澳大利亚呢这个人家很多老板啊，这有拿你没办法，当了时间长了，听不懂啊？没办法拿你，只能叫你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嘛，或者这个老板这个或者这没办法的拿你啊。好了，你这肯定是第一种了。第二种呢？第二种可能性是不有的。是台长，如果我拼命的念经可以改变吗？可以啊，五十岁的人了，你自己还提出来我要去读书，读好之后我还尝试不同的。你讨厌都讨厌死了，五十多岁，将近五十岁的人了，还要去读书，你读得进吧？前读后望，自己要看看年龄的，小姐。台长，上一次很久以前我要打电话给你，你说可以读，现在不行了吗？可以读，你没告诉我是你自己要求的。你要是告诉我你自己要求老板这样的话，如果老板主动说让你读个书以后可以用你更多，那当然是提拔你了。对，台长，因为我有说我想做什么，他就说你要
读，你要读，哎、东西读完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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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讲了。OK。全世界的全世界的人都听得懂，只有你听不懂。你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人家老板就是嫌你根本没文化，所以才叫你去读书啊！你还要我讲个名啊？嗯。你有这方面的知识，人家要你去读书的。老板吃饱了撑着了，这还不懂啊？你自己一会儿要换这个，一会儿要换那个，人家老板看见你，哎呀，你好好念念姐姐做吧，什么书都不要读了，好好读读四书五经吧。我正在读你的经书啦，白话佛法也好，好好的念念经吧，让人家老板喜欢喜欢你就可以了。像你这种人，谋个职业，不要再搞来搞去了，老实一点了。哎呀，已经夕阳西下的人的了，真的夕阳红了，你现在听得懂了吗？还有前途了，能够维持一个好好的工作，你看现在全世界经济都不好。哪有钱呢？你现在去看看我们悉尼的枪辣汤里边，所有的很多很多的店呢，根本没生意的，人都没有啊，连理发店都没人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很多人剃光头自己剃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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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台长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看，你可以帮我看看我的感情吗？我觉得以前有我跟我的朋友七十年属牛，以前就没就说不是很好的感情，所以我就每天在念姐姐咒，是有好一点的吗？很难坚持的，是个西人。但是我也继续在念姐姐咒。我看到了，没用，他就跟你玩玩，他不一定跟你结婚呢。你还是老实一点，找一个吧，找一个老伯伯，中国老大爷，上来就跟他讲，我要想结婚，像这个人到现在跟你从来不讲结婚的。他说你看我们可以维持多久啊？不结婚你去跟他维持干嘛？你吃饱撑的啦，不结婚你去给他玩呐。吃饱了撑着了，你这种人们，这种人你知道他的目的，就找个人办办，他会真一本正经给你好的。你叫他去帮你办一个同居去啊，办个身份去啊。他肯办你就陪着他，不肯办，没办法的。你说这种很现实的，你现在几岁了？你还玩得起了？不要搞了，找一个老老实实的，老伯伯叫老伯伯。对不对啊？你要找一个像那个叫马来西亚那个像那个阿光这么老实的，那就好了。哦，台长老伯，台长老伯伯，我又在哪里找啊？台长老伯伯，你到东方电台来学佛的人里面看看，有没有丧偶的？哦，说你是你看到那个老伯伯是年龄差很多吗？我还没看。反正你跟我记住了，反正他不愿意跟你结婚，不愿意跟你同居的，你去跟他在一起干嘛？你发神经哦，真的，哎，你不会自己干净一点的，弄得来脏兮兮的，真的。老实一点了，你学佛人靠菩萨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啊，你要自己要在我们学佛人当中的。你实在不行，实在不行，你看我们全世界一千万信众了，那里边老伯伯一大堆呢，对不对？你就在我们心灵法门里边发个通知，我想找个心灵法门老伯伯。实在不行，新西兰找一个也问题不大。新西兰，你看看他们这次素食宴办得多好啊，这么多人，很多都是单身老伯伯。说拍照，你是说在网上找吗？找心灵法门的，你可以在自己朋友圈里，你就说我要找一个心灵法门的，可不可以啊？老伯伯，你几岁？我看你也以不管怎么说嘛，四十多岁的人，四十多岁嘛，找个六十多岁嘛，好了。谈到最后一个问题，他这个我这个男的，他也是一直在找婚姻啊，但是他找来找去也。他找来找去，你知道吗？报纸上前一阵子披露啊。这种男人就是专门找人家能够在澳洲留半年的，
然后呢，到了时候人家签证没有了，他就回去了，他再换一个，他就不停的换，不停的有新鲜，让这种女人要留下来的女人不停的照顾他，哎，这种哎呀，很多人很讨厌的，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不开智慧的啦，真的。嗯，现在知道了，老板啊，他说，就是他婚姻可以找到吗？他很想找一个老婆。都是这么讲的，他找到你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不适合我，但是我又不舍得你。哎呀，我希望跟你怎么样，交个普通朋友。但是呢，我们又怎么样，全是那一套啊！哎呀，你这种人太傻了。”说你，他让你是看到他应该婚姻。没有一个好。他跟你几年？你自己告诉我，你跟了他几年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嗯。想一想嘛，就知道了。他要跟你结婚的话，他早跟你结了。像你这么老实的人，这么对他忠心耿耿，帮他做事情，他早就应该跟你结婚了。他连你这种人他都不要的话，你不是开玩笑吗？你这个人，哎，怎么不开悟的啦？白话佛法，好好念念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开点智慧了，不要搞了，不要搞了。这种男人，这种老头子，我告诉你，老头子很难弄的，都有经验的，尤其在感情上，他玩弄人家感情很有经验的。嗯。是他说你看到他有姻缘吗？好了好了。嗯。节省点时间给人家问图腾吧。好。不要再不动脑子再问问题了。好了，嗯，好，你还为他考虑的，你自己为自己先考虑考虑吧，拜拜，嗯，嗯，再见，台长，嗯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嗯。你是卢台长吗？卢台长，好，我去叫一下啊，卢台长有电话，卢台长过来了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罗台长是吗？是罗台长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现在有跟人家看图腾吗？是啊，现在看图腾啊。我想请你看一下那个王源。我想问问你念经了没有啊？啊？你念经了没有？念经给往生者。你念了没有？现在在家里开始念经了没有？有念给他呀。你念什么经啊？讲给我听吧。《地藏经》《心经》《阿弥陀经》哦，还有其他的比较少，就是这些比较多。我帮你看一下吧，没关系的，因为你信其他法门的，这个都无所谓。但是呢，你要是叫台长看了之后呢，因为其他的经文呢，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，你还得找当地的共修组，明白吗？这个亡人叫什么名字啊？嗯。啊，亡人亡者是吧？哎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倪孤兰，姓倪。就是倪萍那个名，倪姓倪，单人旁一个儿啊，单人一个儿子啊，倪什么？珠，倪珠就是珠就是珍珠那个珠，倪珠什么？珍珠那个兰，兰就是兰花那个兰啊，倪珠兰。哎，那他是要不要出生的？啊，用不着，看到了啊，不用。他在地府，还在地府，很自由，很自由，在地府，没有上来，他的头上压了一大块黑的，什么东西？黑的东西，就是说他的气场，应该说他没有这个，现在根本没有超度上来。哦，根本没有超度上来。嗯，你试试看，念那个经文组合吧。经文组合，小房子，经文组合。经文组合就是小房子。对，小房子就是叫经文组合。你试着给他念，试着给他念49章，我可以叫他到梦里来跟你讲话的。那太好了。好吗？念49章烧给他，头上压了一大堆，一大堆乌云就是他的业障啊。哦，他业障还没消掉。哎，怎么消啊？怎么消？你告诉我怎么消法？人死掉怎么消啊？
这样子没办法，那我们帮他。你帮他们只有帮他念经呀。你想想看，你帮他念阿弥陀经，他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啦？一大堆业障，他到得了西方极乐世界吧？你要说他，你帮他念地藏经，他也不一定到了地狱啊。哦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要帮他念，就是您说的这个组合，这个对，念组合，明白吗？这个比较好，这个经念了之后。啊，我会让他来跟你梦中讲，还要需要多少张？你给他念完了，他就会笑嘻嘻的跟你说拜拜，那么就跑掉了。哦，就这样子。那他现在行动自由吗？行动自由，在地府蛮好，我看他，嗯。地府有没有受苦啊？什么的？没有，他没受苦，嗯。受苦啊？你要求很低啊，你要求很低啊，没受苦。你现在在人间，你说你受苦不啦？你说在人间你受苦不啦？你在地府怎么会不受苦啊？你在这个地方你总归是苦的呀，就像人一样。你说在人间会不受苦不啦？听不懂啊？是。好了。反正在地府总是不好，要给他超散了。那当然了，这个不懂啊，地府好啊，你怎么不去啦？哎呦，那肯定不好哟。那好了，知道吗就好了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那他就是这个头上有压一大堆这个业障，那其他的还有没有什么？没有什么啦。他原来有生病，他原来有生病。你喜欢叫他来，我会叫他到你梦里来看你的。他来掐你脖子，他来掐你脖子我不管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，你赶快先给他念。念了之后他再来看你就好一点，如果你不许愿给他念的话，他来看你的话，我告诉你冤结很深，就这样。好了。好了。还有就是说他有没有需要什么，比如说因为他走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烧衣服怎么给他。还烧衣服了？你好好的把台长的白话佛法看看。好吧，看看之后你就会懂了。你现在什么都不懂，台长把那个人间天上地下全部讲得透彻的不得了，你好好看看，好吧？好了，再见啊，再见。鲁台长，谢谢你啊，鲁台长。再见。再见。大家看到吗？学佛学了半天，什么都不懂，所以学佛要学懂啊，否则不懂的话，学什么佛啊？喂，你好。师傅，你好，师傅。师傅，请讲。想问王仁。讲吧，叫什么名字？于姓于啊，仁。姓于啊。仁泽于。仁泽于。仁泽于。远，遥远的远。于远是吧？英雄的雄。于远雄是吧？男的，男的。于远雄，男的啊，第二年出世的。于远雄，看看现在在哪里？于远雄，啊，你给他念小房子了，嗯。啊，在哪里啊？你在阿修罗，嗯。在阿修罗啊。啊。哦，你是觉得好还是不好啊？好。好了，当然不好了。喂。好了，走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再换一个。放掉起来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王文强，那个小米。喂。打通了，请讲话。喂。对不起，师傅你好。麻烦师傅看一个那个，对不起，八九年的蛇。男的，女的？女的，想看什么讲吧。他是这样的，他之前在那个在澳洲读书，现在想看看他还有没有机会回来，因为他发愿要学佛念经不结婚，但是他如果在中国的爸爸妈妈就要逼着他，然后他现在又想返回来。不，我没听懂，本来是说在澳大利亚读书，现在要回去。不，他本来是在这边读书，然后后来回他爸爸妈妈要他供回去工作，他现在已经在中国了，他想看看他还有没有机会要过来到澳洲来。八九年属什么的？89年属蛇的。
机会还有，很比较比较，还有一次吧，很少了已经。啊，大概在什么时候呢？大概在什么时候呢？大概要过了十二月份，十二月份可以申请一下。他可能再来的话也是读书，嗯，也是以读书啊。啊，很难的。哦，重新读书，对，我也跟他讲的，只有重新读书。啊，是读书之后，他比较厉害。啊，读书之后看看他有什么本事，哪一个技能可以申请移民，只能这样。嗯。啊，这样哈、嗯，然后呢，他主要是中国的学佛环境不好，然后他又发愿要跟着师父学佛，然后弘法，然后不结婚、啊、在中国，所以他不能待的，他妈妈爸爸要逼他结婚的。哦，好，十二月份以后哈，师父麻烦师父看一个那个盲人啊，嗯，刘春秀，九二年过世的。刘春秀啊？对，刘春秀，春天的春。你念了多少？女的男的？女的，刘春秀，她女儿给她念了108章。108章，哎呦，已经跑到欲界天去了、啊、是吧？上天了。那还嗯，但还需要念吗、嗯、再给她念个80章吧。再给80章。啊，我看她，我看她还能上升。嗯，因为这个女的良心挺好的，是她很好的。嗯，还有师傅，我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昨天很感恩师傅加持，昨天我们墨尔本这个一个小朋友女孩子不是在重症监护室嘛？啊，当时那个小虎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啊、然后她妈妈在里面看她，知道师傅给她加持，她当时突然就躲了一下，躲了一下，然后慢慢就已经苏醒过来了，她就流眼泪了还。真的很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慈悲。你们记住了，那个小虎我在骂他的时候已经加持了，听不懂、啊、对，我们知道肯定是师父加持、啊、不然他没有这么快，就是你正在跟他通话的时候他就躲了一下，然后就清醒过来了。我就跟你说了，我当时不是在电话里，在广播里我不是讲了吗，我说你不是事情了，很快就醒过来了，你们听听录音好了。对对对、啊、对对对、啊、真的感恩师父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再见师父。再见再见、嗯、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，明天12点钟可以继续在空中跟台长沟通。好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。